吃你不啦？前两天买了个这大气尿头的机器，给俺妈送去，让她试试看中用不中用。走。我在想，你穿这一身骑个电车，有点穿越的感觉吧？我说实话，我有点不老好意思，快点赶紧。叫我带着你吧。你带着我了。那也中。好好好。看到没有人回头啊，抓死给车上坐的。我听人说的这还是哪哈的啥啥啥。哈肯定都说我的。妈呀，哎，给你送个电话，你问我娘。你不该给我人来进来家又添一天这么新的。你看到吗？这是跟俺藏族人呀。什么跟藏族人嘛，就是个汉服。你咱妈不知道你不这样，等会儿啥再给你跪下跪下嘞。我临出门之前，咱给我换了换。嗯，穿上衣服回家，赶紧脱了扔那，哪儿乱扔哪儿，扔那没人地方，黑料黑青一模乱扔，白人扔我老丢人。这这叫什么？不跟他说了，给你家伙。啥呀？大气尿头呗。用户使用常年智能停留车，骑行请注意安全。这车是哪？这个是它玩充电，说到充电的，嗯，一块钱，多少钱呢？五十，哎呀，五十二十。受打击了，哥。受打击了哟，刚才那一百。不是我说，他的衣裳他受打击了。那不是多少钱呢？你看来你要红要绿，碰碰老师，老师，你照镜子了吗？老师咋充电呢？你给俺爸叫俺爸弄，俺爸都会弄。不好看吗？反正可美可美，自我感觉良好啊。你别我说这大，我给你买的啊。我是玩的礼物啊，就买了个这样，好几束花啊。那你不是花儿没到那一样吗？那这我怕打你呢。不碍事。你要不要试试？我也是，我怕你受打击。那得，咦！我说一下，我看可美。出来出来，让我看看。看一下，美不美哥？好看。我也想听听咱俩谁穿上好看。过来过来过来，咱就比现场认识。笑啥嘞？穿在我身上，你来挑美啥嘞？我不信你试试。我试试。我这人沾不信儿，想穿上去找你。咋的呀？懂不懂啊？说实话，不带点妒忌心理，说什么？说心里那你拍着两个从这儿说，你好看？还是我好看？好吧，不怕你也信，我也信你。我这跟你说嘛，看吧。不用说反话，我觉得，我穿上我像臭似的呢。有点像那个大长筋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我也觉得是那看见你，看见大长筋的。嗯。弄的头发都大，继续给我照张相。怎么着？弄好我咱明儿给你洗弄香去了。光着头发有点不搭，我赶紧给我脱了。嗯。你哪来就是要穿的啊？还得赶紧脱了。站远点。好，加满，这个，哎，中门可美呀，还可瘦。